一分钟教你，不用模拟器就能在电脑上玩手机游戏。PC Game 是一款不用任何模拟器就可以在电脑上玩手机游戏的 PC 软件。如果你是小白，今天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看。首先，在浏览器里面搜索 PC Game， 到官网上再安装到你的电脑上，并打开。拿出你的手机，在设置里面打开 USB 卡式，用手机 USB 数据线或者无线扫码连接电脑和手机。根据推送信息安装 TC Games APP 到你的手机上，打开手机上你需要玩的游戏，对游戏没有限制，几乎任何手游都可以。这个时候软件会提示你下载游戏键位，点击确认。当然你也可以进入游戏之后自己配置按键，前面几步操作完成之后，你就可以在电脑上玩你喜欢的手机游戏了，不需要任何模拟器。友情提示，这种手机投屏电脑玩手游的方式非常适合电脑配置不高的玩家，因为这个软件对电脑配置几乎没有要求，只要你的手机配置还不错，操作起来效果都很流畅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可以一键生成键位，比如地图缩放、背景展开或缩放、拾取、鼠标移动视角等，用来玩射击类手游简直太爽了。 Nice